理财分半钟，财路自然通。理财分半钟，林修荣。政府给予首次买屋者各样的税务优惠，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优惠称为房屋贷款利息证书 Mortgage Credit Certificate， 或者简称为 MCC。 假如首次买屋者的收入不超过限额，就有机会在申请贷款的时候一并申请这个证书。证书的好处就是给你每一年在报税表上面将房屋贷款利息的 15% 至 20% 做抵税额 Tax Credit， 这个抵税额可以直接抵消入息税，其余那 80% 至 85% 的贷款利息就照常可以做扣税用。获得这个证书以后，每一年都可以得到这个税务好处，直到还清贷款或者出售物业。即使贷款之后办理重新贷款，这个证书的优惠都是可以继续的。但是申请证书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申请贷款的时候必须同时申请证书。但是不是每一间银行或者贷款代理都有资格去为你做申请，因此假如你是首次买屋，都应该先查清楚有资格代理申请证书的银行或者贷款代理。一旦没有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同时申请证书，以后就一定再没有机会申请了。我是林修荣，下次再理财分半钟见面啦。